女人的直觉有多可怕。民侦推理八百字，却败给了戚薇的直觉。明星大侦探是如今口碑最好的综艺之一了，并且是罕见的播了这么多季还能够一直保持高评分的综艺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明星大侦探的主要嘉宾并不是固定的，虽然让人很遗憾粉丝们最爱的经典组合不能够重聚，但是新加入的嘉宾也有一些很优秀，能够迅速融入节目的。明星大侦探新一季亮点不少，比如在最新一期中，戚薇靠自己女人的直觉打败了其他人的推理，也是神展开了。当所有人通过分析和证据推理八百字指认另一个人的时候，戚薇却靠直觉找出了真凶，连真凶本人都懵了，见识到了戚薇惊人的第六感。网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李承铉，当然大多数人都是在玩梗，毕竟以戚薇和李承铉的恩爱程度以及他们性格的相契合程度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。